请收看《台湾风云起》。时间的转轮，转过岁月，转过动荡，转过沧桑，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孕育出强烈鲜明的人文色彩。思岛思明骨子里透着无穷尽的活力与叛逆因子，更结合了丰富的创造力，并发出无与伦比的戏剧效果。有动人心弦的亲情伦理，有难以置信的因果报应，有惊世骇俗的鬼哭神嚎，有匪夷所思的欲望纠缠，周而复始，生生不息。走进时间的回旋里，我们为您演绎出一则则充满惊异的传奇。掌握这块土地上的人文脉动，我们印证出绝对的天意。看尽繁华落，台湾风云起。倒霉鬼天颂的杂货店，前些日子来了两个建设公司的人，怂恿天颂出钱投资他们公司，成为大股东。没想到呢，这却是一个金光党的骗局。毫无主见的天颂加上傻大姐个性的美丽，很阿萨利的把杂货店卖掉，又向地下钱庄借了好大一笔钱，全数交给这两个来历不明的人。想不到对方钱一到手就消失无踪，天颂与美丽这才惊觉对方名字、公司电话、住址都是假的。不过倒是有人知道来跟天颂讨钱。当讨债的流氓找上门来时，也是天颂夫妻开始逃亡的时候。天颂不得已只好找亲戚借钱，想不到天颂这个瘟神所到之处非死即伤。你去啦，哎呦，啊天颂啊，啊你是乱心麻酒吼，到底要要创啥啦？我实在不，哎呦，较紧讲啦，哎呦，一句都不要讲，较紧啦，我要出门啦。我阿姊嘛，我是要来甲恁借钱的啦。借钱？哎呦，你这死无人带，还妖小骨，什么时阵要来？偏偏这个时阵来，你阿舅即马出车祸倒伫病院，剩最后一口气啦。嘿，你敢会晓来借钱？你也不要，你也唔爱甲养老人食哈？上哪？上哪？吴公啊，吴公你伫厝无啦？吴公啊，哎呦，天公啊，这有人咧哭呢，啊哭到那号路袂近呢，哎，要做事吧。阿姨啊。天颂怎么也想不出自己怎么会这么倒霉，饥肠辘辘的他奔波了一整天下来，还是借不到半毛钱。生性软弱的他不由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了起来。阿母，我真想你了，阿母，阿母。好啊啦，别再哭啊啦，大人大姐，搁哭要找阿母吃奶哦，实在哦。阿母，阿母。
自小就被寡母阿简姨宠在手心的天颂，像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姑娘，看到老鼠会尖叫，遇到流血就昏倒，一遇到事只会往阿简姨背后躲。阿简姨就是天颂的天，替天颂遮阳避雨，挡住外面风风雨雨的世界，却也挡住了天颂独立自主的人生。然而天颂这个大姑娘又是如何跟美丽这个男人婆斗在一起的呢？说来也是一段令人万味的啼笑姻缘。因为天颂的绰号叫阿牛阿桑，意思是说天颂是离不开娘的小男人，有些恶意的人还会趁着阿简姨不在时特地上门来挑逗天颂。今天救命之恩啊，啊无吼，我都强起啊啦。哎，你是查甫的呢，啊有啥物好哭的？啊人甲你欺负，你应该甲伊相拍才对啊。那还袂拍，你就那么哭喊救啦？相拍还是粗鲁的查甫较会啦，我袂晓啦。哎，你到底是查甫啊查某啊哈？我查甫的啊。哦。我不是调岗的啦。我是要安怎啦？你来负责啦。好啦，我来负责啦。看到美丽英勇的一面，天颂早已芳心暗许，再得到她的允诺，内心更充满了期待。只不过好事多磨，这桩郎貌女才的婚姻可是天颂拼了小命求来的。刚才你无看，你有看到吼？你真正是会倒单啦！迄鼻仔内吼，嘴阔啦，啊，目睭安尼细啊蕊啦，一身哦，都敢若亲像个下面冷气。阿母哦，已经当面甲伊拒绝啦，可袂让你看目睭脱汤。阿母，我要娶某啊啦！哎呦，天上啊，你免着急啦，阿母吼一定甲你找一个啊足温柔的、啊足贤惠的查某囡仔吼，互你做某哈。唔是啦，阿母，我定有养的人啊啦。我已经答应要娶人了啦。什么？你大声说过你，阿母娘都不知啊？是谁啊？是谁啊？哦，是不是迄天来穿红衫的查某囡仔？哦，我知影，是咱庙阿迄双角囡仔吼。吼，靠伊安尼洗脱妖娇吼，你要来诱拐伊哦？那我唔听啊啦。是啊，那不是因呐。那不是因。阿母，我看袂走，伊人吼是无可靠啦，你好骗伊啦。阿母，我两代拢要娶人啊，叫陈美丽啦，啊是伫庙口卖菜，是一个孤儿啊。什么啊？是一个孤儿，啊搁是一个卖菜，这我唔听啊啦。像这种的吼，无爸无母，啊搁伫菜市咧卖菜，甚至连个计生都无，这嘛是做外媳妇，这我无爱啊。你无好卖啦，我就是要娶。
娶伊啦！你若反对哦，我甲你娘袂猜啦，我甲你断啦！我心累了。天生，阿母的心是足痛的。天生，你讲，你到底是要阿母，还是要迄个查某？讲啊！我袂记得啊啦。天颂第一次大声地为自己的人生争取选择权，连天颂也对自己的英勇感到不可思议。不过阿简姨的震惊更胜于他，失去儿子婚姻掌控权的失落让阿简姨呆滞到整个婚礼快要结束才如梦初醒回过神来。可是媳妇儿却已经娶进门，无可反悔，阿简姨只得接受这个事实。新婚后，天颂仍旧恢复他小男人的本性，只不过以前是阿尼瓦桑，现在变成了坎丘瓦桑。说起美丽，还真是个无可挑剔的好媳妇儿，事事都向着天颂想。只是美丽少一根筋的个性，往往让天颂成为无辜受害者。天颂，阿母讲吼，爱我好好照顾。来给你洗脚。哎呦，这么多人，怎么这么用啊？哎呦，你去这样的啦，来洗脚啦。哎呦，你这个怎么不被你当男人？怎么被笑呢？你冲起来！哎呦，我死了！哎呦，你笑呢？哎呦，哎呦，哎呦，我先冲起来。阿母，你看，我给陈才看这个都是你的嘞。阿母，我出去了，我出去了。为了让天颂更有男子气概，美丽还自告奋勇地教天颂打拳和防身术。只是下手不知轻重的美丽，还是把细皮嫩肉的天颂搞得全身淤青。哎，来，你做怕啦，来搞怕。唔系啦。啊！若拍到伤，要安怎呐？哎呦，袂啦！我较早吼，甲拳头师傅学过功夫哦。你凊彩甲我拍，袂着伤啊啦！来，好，来来甲我拍，来啊！好，安尼我要拍哦。好啊，来，好，好，好。哎呀，后摆吼，若是人敢甲你欺负吼，你就安尼，嘿。阿简姨也不是看美丽不顺眼，只是美丽身无分文嫁到他们家来，难免被阿简姨瞧不起。阿简姨心里暗想，若让天颂再娶一次的话，她绝对要娶个有钱有门面的媳妇儿进门。
只不过阿简姨的心愿未达成，她就先去找天颂早死的阿爸去了，留下两个冲动派的傻夫妻被金光党骗光家产流落街头。不过阿简姨也真厉害，做人宠儿子还不够，连到了阴曹地府竟然还为儿子签了一门匪夷所思的婚事。阿母，天上啊，嘘，可是一下来跟出来。哦，阿母啊，天上，你哦，你都不讲咩，安大好，你这个跟住你只，多谢阿母啦。我可怜的天上，阿母看你只阿姐你阿姐苦，阿母的心我现在就唔甘。阿母，天生，阿母哦，一直想，想看有啥物方法咯，会当让你当发财啦。阿母跟你讲，阿母真正探听到啊，你明仔载哦，拄仔去庙前迄丛青椒脚遐，有财神爷伫遐等你。财神爷？对啊，真大个财神爷。阿母哦，唔得讲我一好话哦，才替你讲我这段情书的呢。情书？阿母，你袂记啊？我已经结婚了呢。哎呦，那你就莫问遐尔济啦。你还记哦？明仔载一定要去金球卡哦。阿母哦，咱等下煮饭，你死老爸吃。还记去金球卡哦。哦。鸡腿嘞，我肚子枵的呢。美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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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啊！你敢把我一个人放在这啊？我无你，我也袂落去啊！啊，美丽啊！啊，这是菜是要怎吃啦？有物件吃，你就好偷笑啊啦，搁嫌。有材料吼，你去找山顶海边来给我吃。我是恁翁呢，我哪会当给你枵着啦？行啦，咱找一个亲戚啦。哎呦，你是搁要去找倒一个想要亲戚借钱啦？但介你人还袂到，人都已经死翘翘啊。袂啦，这道阿母绝对袂骗我啦，这道真正有钱啦，行啦，行啦。美丽半信半疑地被天颂拉了出去。天颂依照阿简姨梦中的指示，来到了一棵老榕树下，果真在树头前看到了一个大红包。你看，阿包呢？阿是大有钱啊！哎，等等等！哎，你来查找阿包头去啊？是昨我阿母托梦甲我讲的啦。哪有人安尼无代无志，把红包落咧，让咱捡？啊！我收到啊！这一定是人招鬼阿婶红包，这哦袂用捡，袂用捡的啦！啊！查鬼查某，哎妈啦！阿爷唔是有鬼阿出来呢？阿莫捡啦，行啦，阿来走啦，行啦！哎呦，紧张啥啦？这只是我有白讲的尔。
无听到吼，这一定是人无注意吼，去落去。啊，好运气予咱看到呀！啊，安尼你家己去了啦。胆小的天颂立刻就躲到树后面，不敢探出头来。美丽看着地上的红包诱惑，小心翼翼地看看四周，壮着胆子蹲下身来去捡红包。突然，旁边不知从哪儿冲出来一个人，大声喝住他：“讲诶，这个红包是查甫人才会扣的红包，你是查某人，所以袂用扣，请你闪开。”“哎，你讲的是什么话啊？这红包落伫咧遮，什么人看到什么人的啊？想讲查某人袂用扣，我偏偏要扣啦。”哼，你要扣会用的，多一支手提，多一支就来。大，你卖生气啦吼。好啦，我卖扣啦，我来走啦，我来走。哼。阿母，母你安怎无啦？今仔日对，两包袂扣钱啦。阿母吼，唔知倒一个闹去拍歹，那叫咱扣只红包啦。我讲完吼，坐迄坐迄青番薯啦，行啦，阿卖扣啊啦。哎呦，阿唔过。一想到下顿饭都没有着落，地上那肥厚的红包袋在美丽的眼中更显得诱惑。若能立刻有一小笔钱，那她和天颂就可以好好的饱餐一顿，甚至找个小房子安顿下来。所以即使身子被天颂频频推着离开，美丽却三步一回头，五步倒退走，和天颂扯扯拉拉的还是回到了老榕树下。夫妻俩千般犹豫地蹲在红包前面，无法下定决心离去。突然有人走了过来，美丽紧张起来，生怕红包被对方捡走。这个时候对方忽然转弯了，美丽放下心来，原来对方是个瞎子。美丽又回到红包的位置，正在犹豫的时候又有人走过来，美丽急忙冲过去，把对方撞得眼冒金星，破口大骂离去。人逼急了，什么尊严也顾不住了，为了贪一点现成的小钱，美丽一而再再而三的破坏，搞得放红包的人家出来与美丽对骂。小杂货，我啊，你三万扭出来才主动拿去红包，你是要跟我做对心？啊好啊，你妹今晚若无了看，当作你妹是输啦。哎，小杂货，你若再来哦，你咪甲你扛到这做个死狗，还有杂货你啊！当美丽气喘吁吁地甩开流氓，跑回天颂身边时，竟然发现天颂跟无视人般，自顾自地编起蚱蜢和花篮来了。美丽简直是气炸了，自己为了钱丢人现眼，而丈夫却还在玩姑娘家的小玩意儿。我哪会叫你这种人无出头的红包？我咧为着迄个红包，遐歹去用台呢，搁要让我算这种物啊？你是有良心啊无？我叫你莫搁捡啊！你得买，你也真正买红包吼，我捡予你嘛，啊无你袂加衰。哎，等下，我收一个啦。啊，你若去捡吼，这得我娶几某安尼，安尼我得爱做细汉的。你若无去捡吼，我阁唔甘愿嘞。哎，够人来啊嘞！啊，要怎办？啊，天嫂，我唔管啦，行，你定爱甲我扣转来，气啦！啊！高爷恭喜哦，恭喜高爷哦！嘿嘿，这边阮小姐哦，亲自出马出来敬红仔，你捡这个红包，表示你甲阮小姐有缘呐。嘿嘿，我要看卖着，来人，来高爷说，老头来哦。我看一下，哎呦，烟斗有型啦，哇，斯文又搁清气，吼，阮小姐咱讲袂歹呢，你唔当误会啦，我唔心甘情愿吼，要捡这红包的啦，是阮某吼送我出来的啦。阿叔啦，是我甲我杀出去的啦。如果是你呀，果然是人家为了救昂放的红包，这真的是天颂的母亲
在阴间帮他牵的红线，还是纯然的巧合？一桩曲折离奇的人鬼联姻，就在这无巧不成书的状况下正式展开。天颂和美丽随着阿虎来到了要招丈夫的金宝家。金宝的父亲金霸是云林地方上有钱有势的角头老大。几天前，女儿金宝突然托梦来说想嫁人，要金霸带人把红包放在老榕树下，她的丈夫自然会出来捡。金霸立刻照着女儿的吩咐去做，然而他怎么也想不到捡到红包的人竟然是个有老婆的男人。金霸决定直角问个清楚。我的女儿阿虎娶一个带水面的过母的人回来，阿爸想讲要跟你确定一下，是不是就是这个人？假使也是，你就给阿爸三个，六个姓辈。你是我的女儿，选择的红仔，当然我袂亏待你。要唔过你是有某的人，不管你有某也好，无某也好，我的女儿一定都要做大某，你的某就做小姨，知影无？哈，啊我做小姨哦。安怎？有意见是？无啦无啦，我无意见啦。还佫有。我的女儿是自小汉就甲惜命命，恁袂用个亏待伊。恁结婚了后，我会送恁一栋老厝，甲一间公司做嫁妆。也毋过，我有一个条件，你着爱甲我的女儿斗阵睏，袂用个放我的女儿一个人在遐咧独守空房。要我甲规桌睏哦？我无爱啦，我无爱啦。我的女儿介意你。你规日磕头都袂赴啊，还阁讲讲毋？你大概毋知影，我伫这个角头是何等的人物。无诶，大诶，有诶好好啊讲嘛。啊，阮翁哦，伊足无胆诶呢。啊，你若甲惊醒吼，查某囝着爱照顾呢。哦。大诶，你放心啦，既然吼。我拢甲恁查囝有缘，我一定叫伊带恁查囝的啦。无，你妈有袂讲啊，你妈有袂讲的。大呀，不过阮老母即马身家哦，放地拢空空的，莫讲娶某啦，可能哦连食饭都有问题呢。好，我知。嫁妆100万先存入恁的户头，厝恁用的先搬入去住。婚事一切由我来包办，恁翁就做我现成的囝婿，安尼会用的无？哎呀你，大，真正是大，赞啦！那安尼吼，我甲天山吼先去休困啊，啊，咱大这边若娶人好吼，我随时来娶，安尼会用的无？天颂看着美丽信口开河的样子，越看越绝望。他只觉得自己要被卖入黑道家庭去了。天颂一脸郁郁寡欢地跟随着美丽和阿虎来到金霸为他们准备的房间。一进到房里，天颂再也忍不住委屈地抗议了起来。你来啊，我不爱娶啊，你若清清彩彩我答应啊。哎呦，较细声嘞啦，这是金霸的地盘呢。你安尼话到大细声，哈大人给金爸听到，会甲咱两个抬死呢。安尼上好啦，反正吼，我也想要甲阿母做伴，嘛无爱甲鬼住做伙啦。美玲啊，趁即马无注意吼，行，安来走啦。哎呦，你哪这戆啦？你无看，这么水着。你即马是要去倒位啊？无啊。哎呀，走袂去啊！
我现在吼都要废啊！哎呦，你神经丢啥物啦？听我讲啦，啊，带一块新珠牌倒来，也袂减一块吧？且吼，咱有平平的嫁妆甲现金，安尼哦，咱唔难，咱甲小兄弟亲，搁有好日子头好过，安尼有啥物唔好？哎呀，你别惊啦，我袂让你吼去甲鬼做阿婆呀！对，啥意思啊？我有我的办法。你放心，你不会害你的啦。美丽一说完，便大咧咧地往柔软的床铺一躺，理直气壮地打呼睡起觉来了。留下天颂忧心忡忡地到处查看门窗，试着如何从窗户厕所逃出去。他不明白美丽肚子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葫芦药，为什么他如此笃定在金爸的势力威胁下不必娶金宝为鬼妻，却也能化险为夷。郭爷，郭爷，郭爷，哎，无等你这体打扮是要去抢银行了？我是要感冒，无你。你是冰箱吧？你开还是有够多呢，哈！你上好乖乖带阮查某囝，也若无吼，我真是把你送去跟阮查某囝做阿婆。我呀，请。婚礼开始。这人根本就不是阮翁，伊根本就无诚意要娶我啦，无怕是要我入门啊！你是金宝，附在你阿哥身上。金宝，你受什么苦？跟阿爸讲，阿爸替你做过。阿爸，这人不是天上，是天上的某啦。你是啊，竟然敢骗我！好，老大，裤带给停掉。是，爷爷。你敢天就大！竟然敢冒充你人来娶我的查某囝！对啊，你有病啦！我你人做，阿浩，叫你阿来。是。郭爷，郭爷，出来！郭爷，郭爷，郭爷，你出来！哎呦，郭爷，你起来，你直接撞啥啦？行啦，起来，来，郭爷，行。乖，乖，乖！我做了梦。哈！要娶唔娶，你就当错处。金宝已经附天阿哥身上，今日你一定要完成大礼。阿浩，是，过去。婚礼开始，一拜天地。快！快！我来做主。快！天地拜。天哪！哈！你不是我错处，我正式宣布，你甲金宝啊。为今仔日起就是正式夫妻，可是你若是违背着金宝啊，我金爸绝对袂饶恕你。我无错，我错错莫莫呀！并不是由我做主，阿华，对，将这小囝甲放喺面床顶。对，卖啦，两边啦，对。将伊某甲关喺另外一间房间，卖互乌白斗。是，这小囝真可，竟然敢甲倒婚。你的倒婚，恁爸都甲你当作死猪仔，放三暝三日。等你个金宝啊，青蜜子食饭了后才放出来。走走走走。我会错啊，我你得错啊，我会错啊，不啊。天上，天上，阿母，这是
是阿母哦，先去甲恁阿公，阿哥恁阿姑哦，甲恁爸讲我借的卡买钱。啊，遐好兄弟啊哦，阿母拢安搭好啊啦。啊，伊天久啊，小姐面头前哦，讲足济好话啦，啊，因才答应要嫁。你都来体谅阿母的苦心。阿母，我无爱啊，我无爱啦。你莫讲无爱啦，啊，金宝因家哦，遐尔有钱有势。恁若是娶伊吼，恁老爸来完成一个有钱人啊！阿母，我无爱娶伊啊！阿母，阿母，阿母，金宝小姐，你来啊！哦，你穿这新娘衫哦，有够水的啦！啊，人阮囝哦是足听我嘴的，你若是嫁伊吼，后摆吼，伊一定会疼命命，互你遐学落甲会得志啦！接近天颂，让美丽忧心不已。第二天，当美丽来到天颂房间时，赫然发现天颂满身伤痕地睡在床上。我做错啊！哎呦喂啊！还是啥人这样凶给你拍架呢？姑爷，这边有可能的。昨暝明明是我给你绑起来，你边有才能从我偷开的？我边哪会知影啦？我都知影哦，昨暗看到一个足恐怖的查某鬼的。查某鬼？姑爷，那是阮家大小姐金宝啊！你一看到我吼，对我脚来手来啦，啊怪哦，我连什么都唔知啊！什么啊？你竟然这么歹哦！吼，无彩是你甲带入门啊！行啦，咱来传单送去。行啦。新婚第一天，鬼新娘金宝便把天颂整得伤痕累累。美丽一腔愤慨还没来得及发泄，却听到金爸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果然是阮查某囝选的好囝婿，嗯，袂歹袂歹，可见阮查某囝对伊真满意。满意？你查某囝跟我哪拍架呢？安尼叫做满意哦？哈哈哈！哈，这就是小宝的个性，伊拍去愈凶，就表示愈喜欢。你尽量互伊拍，尽量互伊发泄，伊的心情会过较好。啊，见过你哦。你只有会用的好拍，不会用的现手。也那无，恁爸就唔放你耍。干那听过翁拍某，啊，唔捌听过某拍翁，佫袂用现手。因爸仔囝是存心要折磨天嫂，唉，可怜的天嫂。既然我的查某囝甲你考验合格啊，当然。我把你当作是我的好囝婿，以后我的事业由你来承受。阿虎，对，你即时带天昌去咱公司，先了解咱公司的业务。还佫有，顶个月还袂收倒转来，少吧？做一摆收倒转来。是。我无爱伊啦。是。无爱。天颂怎么也没料到自己倒了八辈子的霉，才会娶进金宝这个凶悍的鬼妻。一听到金爸要他接管事业，天颂心里更是七上八下，生怕金爸要他做什么艰难的商业应酬。想不到呢，金爸的事业其实十分简单，就是讨债公司。我哪只衰啊，哪会撞着因啊？好啊，天上啊，你这臭小子啊，你欠公司两百万，当作呢？我无钱啊！无钱，无钱，你要让你死！好大，上回你安尼是在创啥？哈！好大，伊就欠公司两百万，无我摕来还，搁走避起来。你敢知伊是啥？伊哦，伊就是靠乌龙上两只安尼送啊，对不？好啦。从今以后，我不准任何人对伊无礼。还阁有，阿尼我上这三个字，我袂阁袂叫，有听到无？是。天上大，
伊即马是咱金宝小姐所借的红婿，嘛是咱金爸大的囝婿。从今以后，若是有人甲动伊一支毛，我就将伊当去溪仔底，有听到无？是。姑爷，歹势，拢是我唔对，拢是我唔对。我等都袂记啊。好啊，姑爷，咱卖参，来面请。来。姑爷，从今日开始哦，你就是阮这间公司的总啦。啊，若是讲哦，做咱这道的，有些想办法把别人的钱送一个咱的裤袋啊。有算讲对方剩一领裤，买个伊来裤甲放落来呢。你是总的，做代志爱较有气魄，提来这金马袋，拖一口皮才对啊。哈，哈哈，歹势，总的车子，来，谢你吼，来车子。哎，走，走，你要紧无？走，我要走了，我脚伤伤了，我若是吼，你坐坐就好啊。哎，我，哎，你莫让我认啊，我坐坐就是啊。天颂做梦也想不到他会成为讨债公司的总经理。原本积欠的债务不但一笔勾销，而且还有一堆兄弟呼前拥后的听他差遣。一辈子只会点头听话的天颂，哪有本事统帅这一群桀骜不驯的流氓呢？天颂一想到就快晕倒。然而这一切竟然都是阿简仪在阴间一手帮他做的安排。原来阿简仪知道了天颂积欠大笔债务之后，挖空心思的到处跟好兄弟探听，想帮天颂化解危机，终于让阿简仪探听到天颂的债主金霸有个早夭的女儿还没有嫁人的消息。阿简仪费尽唇舌说动金宝嫁给天颂，如此一来，天颂不但不需要还债，甚至还可以少奋斗十年，变成大公司的少东。阿简仪更乐得到处跟其他鬼炫耀，只是阿简仪的如意算盘虽然打得精明，却漏算了天颂无法单视的个性。姐夫啊，你看你的面子有偌大？阮这话拢亲身出来来给你拜访啊呢。啊，咱这条小是不是应该清清的？要若无若一拖过过年哦，我看就是真歹看。今年啊嘞！恁爸离婚，你走掉时，你才交囡仔，莫乱发出来。爱钱，跟你金爸大来收。刘大爷，做人哦，唔通想过软土轻骨。人一看到你是老前辈的面相，阮大是免得可能加拖半的。卡叔讲你也是唔对，两摆讲无客气。安怎？你想要安怎？我跟你无义气，跟你走了，有代志你走来，我再唔跟你交易啦。不要跟你抱歉啊，我昨天。想不到金爸这个大流氓，竟然想这样搞做假事，笑话人的厝。等咱大哥要收掉，派一个介绍较好的。啊，若无，我出甲金爸来迎恁。哼。第一次讨债便吃了个大鳖，让所有人瞧不起，连天颂自己也觉得很窝囊。天颂将自己的烦恼告诉美丽，美丽却鼓励天颂要有男子汉的骨气，不靠流氓的势力去把钱讨回来，这样才有做人的尊严，要不连他这个做老婆的都要瞧不起他了。天颂被美丽这么一激，终于大着胆子再度去讨债，只是任谁也没有想到，既无力气又乏见识，几乎不具任何能耐，独独不缺衰运的天颂，正因为一无是处而扭转了乾坤，甚至讨出截然不同的人生来。想要跟你冤家啦，我是要来讲吼，你若一天无还钱吼，我就是到对方你的身躯边啦。我跟你讲哦，我是标准的衰尾道人哦，你若我对着吼，你会作衰啦。干，你敢就在恁爸，你怎么想要话你？为了扳回自己做人的尊严，天颂发了傻劲儿跟狠劲儿，
真的寸步不离地跟在彪哥后面。彪哥去酒家，天颂便待在外面，上厕所天颂也守在外面，甚至连上宾馆天颂也捂着耳朵蹲在门外耐心等待。好几次搞得彪哥火大，要痛殴天颂一顿。可是一来碍于天颂是金霸的女婿，二来天颂逃命的脚程奇快无比，彪哥只得愤恨地接受这个讨债的索命鬼。天颂说的没错，他的衰运很快就感染到彪哥身上。彪哥走在路上会被花盆砸到，到赌场赌博也连输好几百万，甚至为了要躲避天颂的跟踪而被车子撞断了腿，倒在地上哀嚎不已。最后彪哥为了赶紧将天颂这个衰神送走，亲自捧上双倍的钱，求天颂永远不要出现在他面前。天颂这招死缠烂打兼送衰运的方法，竟然不费一刀一枪便把积欠的债务讨了回来。由于多出一倍多余的钱，天颂脑筋一转，便将这笔钱做了最完美的处置。公司的头家啦，啊，我讲你无欠啊吼，就无欠啊啦，啊以后吼，这条照顾就无路用啊啦，啊对啦，这吼是金爸因兄弟的表哥吼，知影恁家有困难啦，啊要互恁囝看病用的，你就手来啦。多谢啦，天颂知道金霸公司里许多钱都是吸取善良老百姓的血汗钱得来的，所以他便专门去跟赚取不义之财的大老板、大流氓讨双倍的债回来，然后东填西补，把那些善良无力还债人的债务一笔勾销。天颂私心以为这是在帮金霸积阴德做善事，却无形中成就了自己独当一面的自信心，做了许多好事，受到许多人正面的感激回报，让天颂越来越有成就感，讨债也讨得越勤快了。不到一年的时间，竟然将所有积欠多年的账款全讨回来，令金霸和所有兄弟对天颂另眼相看。天颂也觉得做人慢慢有些趣味，胆子大了点，头也抬高了起来。而金霸也因为天颂的默默行善，受到村民的善意对待，三不五时便可看见三姑六婆拿着自家种的青菜萝卜来送给金霸，让金霸满脸横肉的脸上也出现不好意思的笑意。金霸于是更器重天颂这位女婿了。虽然天颂建立起自己做人的尊严了，可是三不五时却仍是受金宝的欺凌，常常鼻青脸肿地在不同的地方醒来。每天早上，美丽都要到处寻找天颂，甚至有一次是在洗手间把昏迷的天颂叫醒的。看着好不容易有些担当的丈夫，每天还得受这样的虐待，美丽心疼极了。美丽为了让天颂能够安眠好睡，特地去庙里求了一些香符回来，放在天颂的床头。果然天颂这一晚安安稳稳地待在房间一觉到天亮，然而美丽此举竟引起金宝的震怒。妈呀，这壶啊吼，足好用的呢，我差不多一年吼，拢无困在眠床安尼，昨吼困到足爽的呢。是啊，只要金宝阿姊吼会当体恤你伫咧外口奔波的辛苦，莫逐工安尼拍你吼，我就放心啊啦。哎呦喂，你发怒啦！哦，阿姐面啊变甲这恐怖啦！
姐啊，你听我解释啦，我阿姐啊，哎呦，现在要该安怎创治天上啊？美丽原以为金宝会变本加厉的虐待田颂，却没想到金宝的目标却是自己。天颂，这壶啊吼，你连困拢连去摕来，知无？啊，若无吼，阿姊也不知要怎对付你啊。哦，无呀，挂只只，啊你嘛倒挂一个。哦，阿我若要熟悉。哎，袂用哩，袂用哩，你袂用摕来啦。我甘愿我家己去给阿姊拍，我嘛无你去用拍干呢。你最近瘦足济呢，我足唔甘的。无，你对我真好呢。哎呦。好啦，无咱来转啦吼。阿母，你放心啦，我吼一定会保护你甲美丽啊啦，就算吼你三个命来赌吼，我嘛会保护你的啦。天生，阿母，我一定会啦。阿母，天生，你真正是大汉，有家己的主张，嘛有力量会当保护阿母。阿母现在就甘心。阿母，较早吼，我都通靠你甲美丽啊啦。阿母讲我即摆是男子汉啊呢，我总袂当靠恁一世人啊。我要来找伊去办丧事啦，我来唔信吼，做人吼会做事遮鬼啦。好，阿母听你，阿母等下吼，像你遐个淘汰的八公甲九公，全拢听你。我都唔信恁母仔囝哦，会拼死拼仔囝。
宝竟然托梦逼美丽走，否则就要天颂的命。看到美丽留下来的字条，天颂急着去找美丽，却也因此冲撞出一桩令人瞠目结舌的婆媳大战。天颂到处寻找美丽的踪影，可是美丽却故意躲着天颂，让天颂骗寻不着。天颂发起一股傻劲儿来，没天没夜的到处询问着人是否看到他的老婆美丽。找我，金宝讲，只要我若是回去，伊就要爱你的命。你莫再来找我啦，安尼我会更加艰苦。金宝老大啊，我要跟查某囝离婚啦！我是在讲什么？我讲吼，我要跟查某囝离婚啦！哼，天煞！你是倒一人不笑话，有缘无故甲讲这落话来刺激我。你是惊我过去真无聊是？我已经下了决心啊啦，就算吼，你查到跟我嫁到红军啊吼，我也是要跟查某囝离婚啦。嗯？哼，天上，你实在真不知好歹。我器重你，你马上就翘起来，想要甲我刁？假使我若不是代念着讲你是我的囝仔面子，目睭甜一粒金一粒块，你若跟我的查某囝离婚，唔通怪我反面无常。老大，老大，金大姐又搁叫气人啊！阿爸，我叫欺负啊，我叫欺负啊！什么人欺负你啊？是天上伊老母啦，伊竟然哦找一堆兄弟来围我啦，叫我着变含咪离言啦！阿爸，你也替我做主啊！我好你看，我好你看，啊，这阵人是倒位啊？阿爸带人来给吓死一个。这个时候，美丽竟然带着一个师父走了进来。天颂一看到美丽，高兴地将美丽一把抱住，却立刻被金宝附身的阿姑蛮横地拉开。你这边见小姨查某，见你大灯好吗？金天上，我跟你拼！你这口号查某，竟然敢今天拍出来，阿爸，你还替我报仇啦！小宝，免惊，免惊，阿爸给你看。天长，你怎么真可恶呢？我给你某去庙请一个师傅来镇了我的头颈，你竟然是甲天照打，准是要甲反面上。那是金宝，无你在身啊，无你是要安怎？福林地区大家拢听我的，只有独独我听阮头颈小宝的话。啊，无你是要安怎？金正。我唔知道你才天成你的查某囝，金宝在死时，我就听过伊安怎欺负村民。也唔过，恁查某囝已经死啊，佫继续咧扰乱邻居两家。今仔日若毋是美丽请我出来化解这场邻居联姻的纠纷，我嘛也想予恁查某囝。既然金宝有心伫遮，那呢我就借着美丽的身躯，找即挂人甲恁查某囝当面对质。让你知道你查某囝做有多端的代志。金宝，你这恶媳妇啦！你根本就无把我这大家看在眼内啦！你嫌阮家散车，你对我大声些，我哪会当忍受啦？啊，不过你大暗暝日台天上，还佮伊拍几斧在胸啦！世间哪有这款苦到红的恶妻啦？
无唔对，无唔对。啥物讲？你一个乌代虎爸虎，安尼无大无小，讲啥物？阮无资格甲你这个大小姐讲话，连走路都爱闪避伊啊，袂用甲伊挡着路。顶摆啊，我三伯讲吼，只不过是甲伊加看一个尔尔，伊竟然信我的嘴面，恁大家讲啊，安尼敢有天理？哎呦，换我来骂啦！我是天上的故宫啦，我生目睭吼，毋捌看过这款歹查某啦。人天上甲美丽啊吼，是一对恩爱翁仔某，伊煞硬要共霸占天上啊！讲啥物吼？老人家甲伊抢翁，伊就要横死啊！吼，我是有罪，讲啊无烂啦。伊煞叫人将我这支卡讲互断啦。像这款歹查某吼，爱甲拍落十八地狱，永世袂使超生啦。你这死老头，死不了的！你竟然敢来骂我？你上好马上投胎做众生啦！我叫阮阿爸吼，逐工甲恁拍，甲恁的皮剥落来，囥在涂骹底啦，佮甲恁拆只落包，看恁后摆佮敢安尼对待我无？亲家啊，你看啦，这就是你家做好走囝啦。佮蔡安那讲吼，我嘛是伊时段嘞。伊竟然借我吼，佮叫我投胎做众生啦。哼，师父啊，你来替阮主持下公道啦，互阮囝吼甲这个查某离缘啦，害阮囝自由啦。阿爸，你看啦，因哦竟然可以人坐啦，走咱厝的摇摆啦，佮叫我家回失的啦。阿爸，你一口气你来替我出啦，阿婆我死嘛嘛唔冤家啦。林宝，你到即摆都唔知影悔改，佮想要借着恁老爸的势力伫人间作威作福，强势欺凌，我即摆就让你转去受罚。金宝，金宝，金宝！大兄，我唔是金宝啊。啊？金宝，金宝啊！师傅，你伫我查某囝身躯动啥物下手？林先生，恁查某囝金宝甲阿巧啊，已经犯了阴间的戒律，留伫人间不得安宁。阿巧，你已经死啊，煞过来感谢恁囝的人生，带来你爱子心切，罚你五年不得投胎转世，抄写金刚经十万册。师父啊，我阿母的罪哦，因我引起的啦，我愿意替伊承担啦。唔免啦，天上，这是阿母所起的因，阿母都要甘愿受啦。天上啊，阿母看你这样有出头了，我就安心了啦。你哦，啊，赶紧甲美丽哦生一个孙，阿母看，阿母就欢喜啊。阿母，这届哦，阿母真正要离开啊啦。你著爱好好照顾家己，啊，甲美丽啊，知无？我知啦。是，我甘愿当伊娘做。天上，天上，美丽啊！是你哦，你莫搁离开我啊！先生，我袂搁离开你啊啦吼！金先生，恁查某囝金宝虽然出世，煞袂来地甘山，煞来兴风作浪，甲人抢地位，这座车祸想要互死，罪不可赦。我已经予伊转去接受地界的刑罚，二十年不得投胎转世。师父，恁迄个罚较轻的袂？我愿意为我查某囝来赎罪。金宝是罪有应得，你若要予伊减轻一寡苦，你就要煞钱加财，造桥铺路，为恁查某囝积一寡福。好，师父，我会领钱出来捐予老人院孤儿。伫婚姻一代，我会铺桥做路，食菜念佛，替阮查某囝来积德。经过许多风波后，天颂跟美丽这对欢喜冤家终于又在一起了。天颂挑起一家之主的重担，开启面摊，落落大方的模样跟之前的小男人判若两人，而美丽则变得小鸟依人样依偎在旁边。这天美丽突然一直呕吐，经过医生检验，证实美丽怀孕了。乐得多年无子的天颂连连直呼说，这就是做人最好的福报。